家是河北省易县梁岗特别深的一个大深山里头。我这侄子大学毕业，说话要改行学习和在这枪的过程中拆脚的，脚底下一不小心蹬花了，从上面摔下来了。他说你这个病是慢成的病，哦，要恢复起来半年也是他，一年也是他，没有办法。啊，他一说我都不想活了。没办法，当时李主任接待的，问我病情多长时间，你这哪有感觉，哪没感觉，我把事情都说了，没问题，你这个病没有那么严重。身上一点这些没有。哎呀，从那时候我又有自信，我又恢复了希望。哇塞，好评，然后，嗯，多棒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使劲伸，好极了，弯，使劲伸，弯，使劲伸，弯。Subscribe to our YouTube channel and get instant access to all of our latest medical care videos. Enjoy your free pass to quality global healthcare.